Lisa 看房记。City Row 位于伦敦一区黄金位置 Old Street 旁，步行即达伦敦科技城腹地、伦敦的硅谷和金融城。伦敦科技城也被称作小硅谷，是仅次于旧金山和纽约世界第三大科技创业公司集群地，也是欧洲最大的科技创业首选地，也有45000家科技创意企业在这里办公，平均每小时运营于一家新的科技创意公司。英特尔、Amazon、Twitter、Facebook 和谷歌在此驻扎。 City Row 别出心裁地融合了颇为考究的底层建筑街景和城市空间，错落有致，引人注目的高层大楼与海纳百川的都市相得益彰。这里既是学习和生活的乐园，也是本地的地标式人文景观。 City Row 建筑外观和内饰由全球顶级的设计师事务所 Foster and Partners 精心打造，基层采用天然石材立面，整体效果令人心动，为这个令人神往的新社区更添魅力。 City Row 位于伦敦市中心一区，步行9分钟至 Old Street， 10分钟至 Andrew 站，15分钟至即将通车 Crossrail 的 Farringdon。 从小区步行7分钟即可到达伦敦城市大学，交通30分钟之内有20余所高等学府，深受广大留学生喜爱。City Row 项目整体有930套住宅、1座四星级酒店、8000平米绿地和10000平米的办公区和零售空间，是一个集住宅、办公、酒店和商业配套于一体的综合型社区。公寓围绕着中心广场而建，咖啡厅、餐厅、零售店和创意工坊融合其中。由于政府规划及伦敦一区历史保护等原因，8000平米的绿地规划显得奢侈而珍贵。整个项目高端的定位及简洁现代化的设计都非常受到 IT 人士的青睐，室内风格雅致温馨且具有设计感。公寓内均配备了西门子集成式家电、地暖、舒适性空调系统和豪华浴室，室内空间设计同样出彩，业主可包揽伦敦市中心绝佳天际线，西向可欣赏金融城、小黄瓜等地标，东向可欣赏金丝雀码头。City Row 投资优势不仅限于伦敦科技城的无限潜力，便利交通更是将 Paddington、 金丝雀码头等纳入辐射范围。Crossrail 全线通车后，2分钟到 Tottenham Court Road 和 Liverpool Street， 8分钟到邦德街，12分钟到金丝雀码头和 Paddington。City Row 所在区域是政府规划的重头戏，商业巨头所带来的精英人士和商务人士正在推动着租赁市场和房价上涨。在这里，公共区域 WiFi 全面覆盖，从一流的健身房、20米的豪华泳池，到商业休闲区、业主休息室，24小时礼宾一应俱全。Lisa 看房记，我们下期再见。